今天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七天，我一定能重新拾回梦想。大凤飞虎队，打更人，滚回衙门，快！是。今天是阳历3月11日，3月13日，5月1号。哎，生活磨平了我的棱角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休息会儿，喝点小酒。劳逸结合嘛，凭我身为9年制义务教育的优质品，脑子里的知识全是瓜。司天剑，云露书院，天地会，金兆福也点名要的。许之阳笔生，我虽为女儿身，但亦有爱才之心，我可当此良主。今天，我傍上了长公主的大腿。寡根人。我放弃了，因为我现在只想买一块地。买地？对公主的死心塌地。你魔怔了吧？妙啊！有趣啊！你是个人才，现在迎接你的是打更人的邀请。6月24日，相信要不了多久，我就能拥有光明的未来。许西安呢？他去哪儿了？今日无事，勾栏听曲。